我现在在延吉，现在呢我要去拍延吉的写真啦。欧拉，这家七月雨堂上一个月张嘉宁演的这套，就是这种闪闪，这样的闪闪，下摆有点看起来胖，这件挺好看的。啊，这是张嘉宁穿的 那款，那头也要跟他一样的，头要跟他一样吗？对，飘洒的。那我头可以弄那婚嫁吗？什么婚嫁？就是那个我刚刚看的那款。应该可以。我们会根据客人调整的。调整什么？妆容。妆都一样。你还挺直白。对。我还以为你会。稍微说一下，有那味儿了。给那屋。换头，换脸。很少找到像我这么有趣的。你其实也有，可能一天会有一个两个。你好想拆台呀？没有。一天有一两个，那你不就很有趣？但是有时候会碰到冤种。冤种？对。为什么？它不好看。不是不好看，就是他可能想找点存在感。怎么说？展开说说。你有没有碰到那种很事，但是他又找不出来毛病，他就是想挑你，就是想改改。对，他就是想挑你，就是没有存在感，想找你。香蕉，香蕉奶昔，不想吃，一会儿碰到口红。